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，近即马新民也着爱搬厝哦。伫屏东的潮州的福安宫，已经有百多年历史啊。去年才拄整修好势，煞去互检举讲占用着都市计划车路。庙方伫今仔日招1200人来甲即个庙刷位，要刷到边仔的空地去。现场千外位的民众分作八组，大家做伙抽大色，现场真热闹。真足看庙师下底铁杆豆豆啊刷尾十公分，刷庙的大工程总算是顺利开始。地方盛世，地方盛世，招收盛世，我们都没有经过这种拉庙的活动，所以大家集了。背公的福气，我们大家就来这边参与盛事。这间庙拢总1200栋，你要刷千外人刷是刷袂行，但是阮有机械辅助，本来辅助伊阿咧刷的时阵哦，一个大家意识意思意思来。这么多人拢来甲背公到搬厝，因为这间福安宫对日本时代就是潮州在地的信仰中心，开发了后变作伫个路中央，去年才开始要整修。煞因为是伫个都市计划道路，可能爱拆除，庙方则决定租下边仔的空地，要甲规间庙刷去新的所在。上困难所在是因为你要刷到伊所在遐目的地的时阵哦，目的地的时阵，就是爱凹起来，凹伊个基础，啊，伊个基础咧扛落时阵，这是技术上介功夫爱介好较有法度。庙方按算短短40米，规间庙阁要西向90度，上无7-8天的时间，最后阁要开一个月的时间挖基础固定，才算是完工。迄时阵土地公就有新厝通住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泽，屏东报道。